Hello， 大家好，那我们今天转小门的 Pro 大荒野乱斗啦。那今天啊，看到大家就是有观众留言跟这边讲说，就是我们这个荒野乱斗的这个部落客好像有什么改变哦，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部落客。昨天我让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七天八天以后会出的这个新角色，也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混红小马怪啊，好不好？那大家觉得他厉不厉害，也可以跟人分享一下。我觉得他的那个就是那个什么，就是丢出去的那个持续时间的那个毒气草，还算是蛮强的感觉耶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布洛克究竟变得怎么样子了。我看一下哦，他长这个，真的变了耶，各位，哎呦，这个是他原本的造型，然后他变成这个样子嘞，各位，哎呦喂呀，我的天，他怎么变这样啊？啊，他的那个有改吗？我看一下哦。不知道他的那个有没有改，就是他的那个招式那些的，我们来看一下双人模式走起。其实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布洛克的，因为他的这个射出去之后的话，他的这个范围的这个火箭的这个风压还算是挺帅的，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来看看喽，各位，来来来来来，呜呼，啊，这个的话就应该是蛮多这个正常人了，我看一下，他好像还是一样，他只是外形改变的样子，是不是？看起来好像是外形改变了。对，看起来是外形改变了。哎呦，很会搞哦，很会搞哦。这边有多一个人。哦耶，帅啦，史派克。火箭，火箭。所以他应该是原始造型变了这样子，对不对？还是他其实有改一些什么小细节，这个攻击什么东西？如果有的话，也可以跟这边分享一下哦。来啦，各位！呦呼！完了！哇，可是我这边毙掉了他们那一队了，对不对？他们那一队应该是挂了。不过那个半应该是他们那一队的哟。哇！哎呦哦哦哦！我觉得史派克要玩得好也是很重要哎。对啊，他是不是那么简单哎？对啊，好猛哦，老哥啊，我们这样子怎么办？老哥，老哥，干！我们直接死在原地啦，各位，笑死了。所以这边的话，应该是他原始的这个造型改变了这样子。然后这边有这个海滩男孩，我自己个人还是蛮喜欢，就是那个战士环节的。可是黑战士很帅但是我们已经没有那个币了，对吧？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红战士给他走起嘛哦，完全没问题。所以现在看起来感觉好像就是我们这个，怎么了？什么意思？我不能用它了吗？衣服？我想说什么？还可以锁它的造型呢？笑死！我还以为是可以，就是直接那个，结果还可以锁它的造型呢。想说就是自己不要按照这个造型，然后可以把它锁住这样的感觉嘛？看起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哦。没问题，继续走起。好，那这把的话呢？战士出击啦，必定要给他获胜。那我们刚刚第三名，对不对？第三组，那个个人的话好像是前四啊，然后我们这个好像要前二吧，对不对？你看，我真是觉得他这个自流火焰真的是太夸张了，你知道吗？我先等一下我们的伙伴，来倒数八秒，4、3、2、1，伙伴出来！你看，这是一个小 people。等伙伴出来再吃，对，这样他就会有那个了。我靠！这法兰克很猛呢。完了，奇迹了，各位，我们被他扳倒了。不是哦，怎么会一开始就这么激烈啊？不喜欢打这种一开始就很激烈的场超级麻烦的。我还是比较喜欢规规战法，这种一开始就很激烈的超级那个的，你就没有办法就是那么轻松的就是拿到前几名，因为你要前几名的话，你就必定是要活到就是比较后面的这个部分。哇，吉吉来了，各位。那个彩虹马我喜欢的另外原因是因为它的那个，它虽然是抛球的那种，但是它的那个范围很大呀，就是它的那种就是燃烧范围比我们这个布洛克大很多，但也是合理的，因为布洛克它这个是直线的，它就是比较好射到人的哦。然后还有这个持续的这个火焰，这次真的是还蛮夸张的。那韩国要挂机是不是？你吸不吸挂机仔？看起来他吸，好不好？看起来他是一个挂机仔，他不知道在干嘛。完了，
开飞，呜呼，来了来了，啊怎么这地图上没半个人啊？咋会这样啊？那是谁？那是谁？哦，这是艾普里莫。普里莫，哎呦，我们的队友练家子的哟，哎呦，那边有一个血战哦。哦，那个猫咪会消失，真的超夸张的。好，至少我们现在，哎呦，生死决斗了。哎呦，我们的卡尔队友很强哎。哎呦，哎，不是老哥，我都还没跟到，你太近了吧？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凶凶拱拱啊！哎，哎，哦，不一样哦。哎、欸，完了，白痴 ，GG， 啊啊，只有一滴血啊，直接爆开了 ，Oh my god！ 不过我刚刚应该要先炸墙啦，因为我后来才知道，原来那个洛克那个配件是可以炸墙的，那个先把墙炸掉之后的话，应该就可以比较好做事情了。不过那个凯特猫咪确实真的很机车啊，它直接就是那个直接就是过去，然后直接抓人，然后再给你一击，真的太夸张了，各位，好。开抓开抓、啊！哎、欸，其实布洛克吃这个箱子也很快、欸，哎，很爽。你不是人，那完了，电脑挂机。哦，帅气一发，呼呼！那边有一个鳄鱼，我知道。哎、欸，不是，我们队友死了 ，Rock and Roll。哎、欸，我们队友挂了。哦 ，Nice Nice， 先回点血，先回点血。我把他杀死了，他去外面自杀了。那我要去吃这个。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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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险哎哦哦哦有咯有咯老哥哎干完了不是啊白痴哦踩到东西了啦完蛋了，白痴了，踩到东西了啦！哎呦，超智障哎、欸！我的天哪、啊，踩到东东直接飞出去啦 ！Oh my god！ 我的天，怎会如此？太白痴了，太白痴了！来了各位，哎、欸，不然我们刚刚那把其实有机会的耶，对啊，射一射，然后直接踩到那个飞天按钮上面呢。直接没了，有机会吧？哎、欸，你怎么走了，老哥？哎呦！哎呦！有啊、哦、有啊、哦、有！哎、欸！你知道现在比较麻烦就是折屏上面的画面是看不到的呀，所以我刚刚根本就不知道上面有啥，我是看到那个老麦丢了那个炸弹，我才知道 他在那边的。哇，还有五队、欸，我的天啊！哎呀，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先走，先走！哇，好险，好险！要求立即增援，砰噶！哦耶，砰噶砰噶！好了啦 ，meet 屁！别搞了，别搞了，完了，完了，完了！我觉得被他小企鹅射死哎、欸！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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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危急很危急，老哥，哇哇，我靠，那个，哇靠，我只能说，我只能说霸子真的是强无敌啊，各位，好恐怖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基本上给大家看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这个部落客啊，大家说他有换了一个样子哦，基本上应该就是换了他原本这个模组的样子，但是好像没有就是改什么任何技能。那你觉得这原本的部落客比较帅，还是现在的部落客呢？都可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喽。那我这边下部片再见喽，大家拜拜。